Thank you.
来，给赵科长谈一下情况。把情况谈一下吧。在我换鞋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，我就赶紧把门打开。一打开门，只见一个黑影从窗户那跳出去了。张书记，哎，来了。在你开门的时候，屋里都有什么动静呢？只听到砰的一声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关柜门的声音。哪一个柜子？痕迹检查过了吗？检查完了。把柜子全打开。你还站到门外去。就是这个，里面是什么？列字99号心脏分级图纸啊！什么？列字99号图纸？怎么能够放在这儿？为什么不送保密室？差一点就瞄完了，我本想……啊，总算没丢。那不一定。张书记，嗯，是哪份图纸？是我刚从海军拿回来的新图纸。要是这份图纸出了事儿，那列字99号就全完了。科长，这是保险柜上的劳保手套印，上面有一处跳线的地方。张书记，你看。这是茶杯的压痕。只有拍照才需要这样。图纸被偷走了。嗯。金局长，哦，赵群同志啊，敌人的快速电报信号已经破译出来了。99号，货已买到，速来取货。A 西。
赵群同志，你还记得这个家伙吗？记得，8年前冒了一下，就不见了。哎，这是一只封得很严实的老罐头了。他这次跳出来，说明敌人非常重视99号。如果货被取走，将关系到海军的现代化建设。嗯。取货的人还没到 ，AC 手里的货还不会脱手。一定赶在货物脱手之前，把 AC 挖出来。嗯。99号已经到手了，老板请你去。什么？这回可要看你的了。要派我回国？嗯。开玩笑，我又没有保护色，让我回去白送死啊。老板自有妙计呀。老板，请坐。先看第一张照片。他叫杨其昌，华侨，职业理发师。再看第二张照片，这个老头叫杨洪坤，是海州市817厂的工程师。他的妻子林志华是一个退了休的中学校长，杨启昌是他们的侄儿。杨启昌申请回国探亲，正巧杨洪坤出国到非洲去，他们这家除了杨洪坤，谁都没有跟杨启昌见过面。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。杨先生，对不起，你的情况清楚，闹误会了，请原谅。哼，那请你们立即放我回去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马上送你回去。杨先生，祝你回国探亲一路顺风。
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杨其昌。是。你的任务是立即把99号取回来。是。细节、暗号和接头方案由 PM 向你交代。是。老孙，怎么样？这是最后一副了，都对不上。收回来的旧手套跟照片上的特征都不一样。都收齐了？就差一副了。谁的？王长生。王长生，老孙让我催你赶紧把旧劳保手套交了。我不是说过了，丢了。嗨，你这个保管员怎么连自己一副手套都保管不好啊？我明明就放在窗台上，也不知道叫谁给抄走了。你长生，我让小刘催你快交手套，你还磨蹭什么？我都说过好几遍了，丢了丢了，也不知道叫哪个王八蛋给偷走了。你骂就能骂出来了，好好找一找嘛。再找也没有，我赔好了。什么赔？你可别马马虎虎啊，收手套是为了破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都收齐了，就差你这一副了。不交就有鬼。哎，你别吓唬人。我去拿王长生的档案。把那天晚上在厂里闲散人员的档案都拿来吧。好吧。什么事儿？小刘，我交手套。找到了。嗯，真见鬼，不知道是谁又偷偷给我扔回来了。哦，给。他没说别的？没有。这就奇怪了。就是这一副，瞧，这跳线的特征完全一样。他过去为什么死活不交，现在又交了呢？这里面有鬼，我去找他来问一问。哎，先别急。不急，图纸在敌人手里，现在王长生又把手套送回来，不搞清楚，万一图纸转移了，那可就糟了，得赶紧追回来啊。嗨，连指纹都没留下的狡猾家伙，你能问得出来吗？这总比不抓不问好吧。哎，这也得要考虑周到一点呐。对呀，是得慎重考虑考虑啊。收的时候他不交，现在又交出来了，这里面就复杂了。王长生平时的工作表现嘛，还是认真负责的。不过我说两句，张书记。王长生是个苦孩子，他父亲是咱们厂的老工人，去世的早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刚来厂的时候还不错，后来思想有些变化，走了下坡路，这我们领导有责任。洪师傅，你说呢？要说他爱占点小便宜什么的嘛，倒有可能。
你要说他偷图纸，我看那这手套印儿，还有他为什么不交手套，后来又交出来了呢？这是啊，这正是需要我们调查清楚的问题。怎么样了？正在做行物质化验。头发和烟头的唾液化验结果，两者行物质完全不同。这么说，进绘图室的不是王长生。可是王长生的手套，我们就是要找戴这副手套的人。货人明日到达，按一号方案交货。要严密控制。
谁呀？是我。你是？伯母，我是杨其昌啊，特地回国来探望大伯父、大伯母的。哦，啊，快请坐。好。快请坐。怎么，我的信没收到？收到了。哎，真不巧，你大伯出国到非洲参加一项援建任务去了。哎呦，那太不巧了。大哥大嫂呢？也不在，到北京开会去了。哎呀，太遗憾了，太遗憾了。奶奶。哎，小英子，叫叔叔。叔叔。哎，师傅，客人到了，好，要好好接待。偏偏这个时候着火，你看看。老公啊，我看干脆叫人把仓库收拾利了，省得耽误明天生产啊。嗯，先不忙。老乔，收发室没人，你就快回去。谁？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保管员是怎么当的？这火一上房，烧了这个仓库，这还了得？我早就说，长生，哎，先去洗一洗，休息休息，把着火前后的情况好好想想，回头我找你。老红，通知党委委员开个会。长生，肖师傅，
失火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平时没少说你，工作小心点小心点，你就是不听。又在仓库抽烟了吧？没有。还没呢。又到医务室去了是吧？你呀，少跟那个吴大夫来往，快回去吧，晚了你娘又该着急了。就那么走啊？班车早就没了，给你骑回去吧。别像双打似的，往后小心点啊！哎，怎么了？爸爸在办公呢啊！你骗人，你在玩呢。好乖乖，别闹啊！喜妹，喜妹，别闹，爸爸有事儿，走，睡觉去。哎，好乖，跟爸爸说再见了。爸爸再见。啊、再见再见。来吃吧，你最爱吃的荠菜馅。喜妹睡了。都什么时间了，早睡了。没有漏光了，黄鹂遇到空气就会燃烧，这连小学生都知道，你还背功夫是这干什么？我是想计算一下这盒放到仓库的最长时间。哦，是呀。冯师傅。哎哎哎呀，哎呀，你好你好。冯师傅您坐这儿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呀、啊、你不是也没睡吗？冯师傅，您吃把馄饨吧。哦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。哎，好，帮我看着点。哎，有还没漏完呢、啊、差不多。多长时间了？刚过四个小时。哦，吃吃。好好好。已经查清楚了，医务室少了一个针盒，仓库着火的时候王长生他在吴世秋那里煮牛奶。吴世秋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出身不太好，工作嘛倒还积极肯干，就是有些清高，不合群儿，爱好的趣味和大伙儿也不一样。他和王长生什么关系？他们经常来往，也不知在一块儿搞些个什么名堂。对，群众反映仓库着火之后他的心神不定，老找王长生嘀嘀咕咕的。多长时间？四个小时零十分。那这个圈子就小多了。对，那么在着火前四个小时之内都有谁进过仓库呢？
王昌生会引火烧身？不会，是敌人横着心眼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王昌生身上。张书记，嗯，你看看，王昌生连说都说不得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刚问他失火的事儿，他就毛了，钥匙一扔不干了。你又着急了吧？我没，我只是叫他好好想一想，可他就……他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扔下钥匙就跑了。千万不能说呀，嘴要严实点啊。死了爹，都怪我把他惯坏了。老红啊，他可没有坏心眼儿，这我当妈的知道。是啊，老嫂子，昌生还年轻，家里厂里咱们都得亲说着点。嗨呀，他呀真是铁豆子下锅，油盐不进呐。洪师傅，哎，妈，哎，老嫂子，这是咱们公安局的老赵同志。嗯，老洪啊，长生他犯了法了。妈，大妈说的，不行来串串门啊。好，坐，快坐吧。哎，您快坐，哎，坐坐坐，好。喝茶。好，谢谢。长生，厂子里的事儿刚才老洪师傅跟我说了，你就把你知道的都跟老赵同志说了吧。说啥？那个吴大夫都跟你嘀咕些什么，你还不一五一十的吐个干净？大妈，长生已经答应了。那火是你烧的不是？那火是怎么着的？你倒是说话呀。大妈，别着急，让长生好好想一想。
乐虎，可能是我抽烟引起的。什么？你真造孽呀，长生啊，你对得起谁呀？大妈，这火不是长生抽烟引起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医务室的针盒吗？是啊，他怎么会跑到仓库里边了呢？火就是他引起的。放火的人把一块黄磷放到盒子里，泡上煤油，偷偷塞进仓库，油顺着小眼儿慢慢地漏下去，油漏光了，黄磷遇到空气就自然起火了。哎呀，这是哪个坏蛋坑害人呐？长生，你好好想想，着火前四个小时都有谁进过仓库？快说吧，你还想给人当挡风墙啊？长生，我问你，你看的是什么仓库啊？列字99号原件库。你想想，咱们生产这么重要的海军武器，敌人能不破坏捣乱吗？哼，你呀，平时不爱学习，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呀，所以敌人就用你来打掩护。就说那副手套吧，那副手套开始是找不着了，后来你送回来就很好嘛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，可是你的手套印儿早就留在保险柜上了。敌人带着你的手套偷走了图纸。这个天杀的是谁呢？我们找长生就是为这事儿。长生，你好好想一想，都有谁去过仓库？乔师傅，收发室的老乔。嗯，他去干什么？送报纸。还有谁去过？吴大夫。他干什么去？他路过。进仓库里边了吗？哎呀，我的老祖宗，你倒是说呀。没进去吗？长生，长生啊。孙科长。哎，老孙，你来了。哦，你们都在啊。老孙呐，快坐。老洪，赵科长。哎，长生，都怪我不好，不该跟你耍态度，张书记都批评我了。嗨，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心急口快直肠子，有啥说啥。别生我的气啊，你看厂里生产挺忙的，明天早班还等着领料呢。来，洗了脸吃早点。哎，别迟到了。哎，启昌、哎、吃早点了。又睡过了。
乔师傅早。就是来这么早啊。嗯，给您车放老地方吧。哎，昨天老赵同志找你去了。嗯，挨批了吧？你呀，光贪玩可不行啊。嗯，啊，对，昨天姓赵的找你说什么来着？没说什么，就问问着火的情况。哎，咱们的事儿可千万不能漏。嗯，好了。我下车间去了啊。嗯。海西区每天早晨由班的彪负责送奶。哦，我们厂的奶这几年也一直是他送的。今天上班的时候还有人见他把一瓶奶交给了吴世秋。老洪师傅，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谁反映的？乔师傅。就是收发室那个老乔吧。这个情况很值得研究，回头我们把线索好好捋一捋，仔细分析。是啊，赵群啊，取货人催着要取货，里里外外搭配得很紧呢。哎，要把摸到的线索抓住不放。对，昨天晚上市委徐书记又问起破案的进度啊。啊，张书记正在我这里啊。啊，列字99号这批订货海军催得很急，可要是心脏分机的图纸被弄出去了，那制造99号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嗯，所以啊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把图纸脱手。对，好吧。老金呐，还有一个情况我再向您汇报一下。嗯，快领料。哎呀，我的好长生大哥，快急死人了，先公后私嘛，领完料再喝啊。是长官，遵命。怎么了，小王？
小王，小王，快来人呐，快来人，王长生中毒了。老赵，洪师傅，你们留下，我去。你和张司机一起去送公安医院。是。大家让开，把路让开，把路让开，快走一走，快走，把路让开。咱们进去看看，同志们不要乱，要保护现场。怎么了？现场要保护好。不要进去，不要乱走，现场要保护好。和医务室的奶瓶一块拿去化验。是。去看看吧。啊。想想起什么？这么想？就是。说什么也不能走这条道。说是喝牛奶中毒。牛奶？牛奶怎么了？有人给下的毒吧？哎，牛奶是吴大夫给煮的。什么吴大夫？那就去问问吴大夫。不要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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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一躲，躲一躲，躲一躲。快闪一闪，闪！老洪，闪一闪。长生怎么样了？嗨，中毒了。人呢？送医院去了。哎，咱们工作做晚了。是啊，让敌人钻了空子。哎，哪来的毒啊？可能是牛奶里的。牛奶是吴大夫。这是干什么？你明白？干什么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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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把牛奶放出来，王长生喝了就中毒了。怪事儿。你给王长生吃什么了？牛奶，牛奶，牛奶能吃死大活人呐！就是嘛，牛奶能吃死人呐！你牛奶放什么了？放了什么了？没什么，白糖，白糖。白糖能中毒吗？白糖，白糖是毒药吗？骗人！交代。洪师傅，孙科长，你们都是领导，这可不能随便冤枉人呐！谁冤枉人了？谁冤枉？交代吧！同志们，害王长生，请相信我，没有下毒啊！你自己做的事儿自己清楚。对，你自己最清楚。你不要嘴硬。我和王长生无冤无仇，没牵没挂，没牵挂。你说，你总往仓库跑干什么？就是啊，说，说，干什么？仓库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去？你说，为什么要到商库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。王长生的妈来了。哦。王长生，怎么来这么快？谁告诉他的呀？这怎么办呢？长生的母亲。老赵同志，他说什么也要找你啊。老赵同志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，抓住了坏蛋给我报仇啊。大妈，长生正在抢救，你老人家别太难过，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。老赵，不能放跑那姓吴的，可不能轻饶了他呀。你姓吴的，你乔师傅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当着我妈妈的面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害死长生？我没有害他呀。姓吴的，你平时甜言蜜语坑骗我们家长生，可是你到了节骨眼上，你又下毒手害他。哎，小丽，我冤枉。吴世秋啊，吴世秋，你可太狠毒了。同志们，王妈妈可就这么一个独苗啊，长生是咱们的结亲弟兄，
咱们能咽下这口气吗？不能！各位，绝不能让这个坏人逍遥法外呀！天正苍老，请停手！一不把办，就把人没收。老赵，当机立断吧。张书记不在，该决定的咱们就拿主意吧。赵同志，你我你给我住手！同志们，同志们，请大家相信党委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的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。现在生产任务正忙，在节骨眼上不能再叫敌人钻我们的空子了。敌人害怕我们造出列子99，我们就偏要尽快的把它造出来，用实际行动来打击敌人。同志们，快回车间去吧！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到个人岗位上，回去搞生产吧。回去吧，太复杂了。张书记，张书记，长生怎么样？张书记，你回去吧。张书记，王妈妈。张书记，王妈妈，你别急，我们正在……我就这么一个多苗苗，他要有个好歹，我该怎么活呀？王妈妈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我们正在抢救长生呢。你让我到医院看看他吧。这，王妈妈，您还是不要去了吧。王妈妈，我陪你去。家里的事儿你们处理一下。王妈妈，咱们走吧。你们也去吧。洪师傅，老赵同志，能不能让我你先回医务室去吧。老赵，你这是问题没搞清楚就老洪师傅。孙科长，我们手里的刀把子是党和人民给的，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的，分量不轻啊。这一刀砍错了，会使破案工作走上邪路。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啊。对呀，可是群众的情绪，群众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呀。等张书记回来，我们开会研究一下。好。陈敏同志，小钱儿，老赵同志开完会了吗？有事儿吗？也许是我想的多了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向你们汇报。说吧，就是说错了也没关系的。今天收发室的乔师傅很反常，上午咱们再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老赵啊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怕图纸脱手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敌人很狡猾，图纸一般不会轻易脱手。住在杨家的那个客人到现在还没动呢。都5天了，心里头压得慌。是啊。谁？我。啊，张书记，我想找你们谈一谈。你先回家吃饭吧。不， 我们会找你的。我实在没有毒害王长生啊。你要相信组织嘛。快回去吧。有安全措施吗？不知道。我总感觉在吴世秋背后有一只黑手。王长生刚倒下，这么快就有人打电话告诉王妈妈，把他妈妈调来，无非是给我们施加压力。是。王长生这把闷锁，我们刚要打开，
敌人就一下砸死，跟着又冒出个吴世秋，你说他像是 AC？ 哼，敌人就希望我们把他当作 AC。 这个 AC 到底是谁呢？那个给王妈妈打电话的好心人倒很值得重视。对了，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刚才我送王妈妈走的时候，我问她，她说听电话的声音好像是这个。哦，果然是他。我在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历史上有疑点，看他下一步怎么行动吧。蛇要吃东西，它总会出动的。送牛奶的看来是个联络员，我担心图纸会脱手。AC 很狡猾，他不会轻易把图纸脱手的，所以这个取图的客人就着了急了，才冒着风险跟那个送牛奶的人去接头。局长，你先别急，我去拿点东西来，你等着。有新线索了吗？你看你满脑子就是这一件案子，那怎么行啊？几天没合眼了吧？啊，工作没做好，发案到现在已经五天了，六天了。不要绷得太紧，要松弛一下啊，你等等。吃点夜餐。我不饿呀。吃。赵全，你还记不记得周总理在一件案子上的批示？记得，要防止灯下黑。在清查内部敌人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周总理的指示啊。至于那个吴世秋嘛，你们不抓他是对的，不过对他我们已经布置了。
大侄子发火了，问你为什么不交货。气候不好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去看看吴大夫，给他送点好喝的。我执行命令。他妈的！谁呀？我，吴大夫。老班，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？白天抽不出空，我的半导体坏了，麻烦你给看看。没工夫啊？不忙啊，多会儿都行。吴大夫，歇会儿吧。哎，你给王长生的那瓶牛奶怎么有毒啊？毒？什么毒啊？汪长生喝了牛奶死了。死了？要不是人家讲政策，
我也走进了监狱。你不讲清楚，叫我背黑锅，那可不行。可这让我怎么说呢？牛奶又不是我装的，我不过是个跑腿的。你可别误会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对，别人的都没事，偏偏你给我的这瓶毒死了人，准是你捣的鬼。你呀，真是个书呆子，别神经过敏了。喝吧，消消气。走，上公安局。吴大夫，咱们得把问题讲清楚。吴大夫，你快点，唱好。原来你是个狗特务。诬赖我。你吴大夫别着急，都清楚了。回头啊，请上车吧。走。同志，我有错误，我要向组织交代。是一种烈性毒药，放在水里边，无色无嗅无味，喝下去只有几秒钟就立即死亡。班德彪，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。是是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是是是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看你应该老老实实的坦白交代。是，我一定老实交代，都是艾希叫我干的，我是受艾希的单线领导。艾希是谁？我没见过。嗯，我是没见过，只知道艾希的817工厂。你们的联络途径？一个是电话，一个是牛奶瓶。和杨其昌呢？联络标记是一组号码003738。003738。是，003738。
你给艾希的牛奶瓶他怎么认识呢？有记号。你没等着见过他吗？上司的规定不准停留。师傅，好，我就来。您喝茶。谢谢。林大姐。赵琴同志，您好。您好，您好。坐坐坐坐。坐。我们早就等着你来呢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家里不是来客人了吗？是啊，就是为了这事来找你的。好啊，欢迎你来呀。老杨又出国了，偏巧这个时候来。大姐啊，杨工程师要是不出国的话，客人他就不敢来了，他就欺负你不认识他。嗯，这倒也是，老杨那个侄子从小在国外，我没看见过，不过老杨也常跟我谈起他的一些生活习惯。他说他那个侄儿最爱吃豆沙糯米饭，那天他刚来，我就做豆沙糯米饭给他吃，可是他说他不怎么爱吃黏东西。嗯，他这几天表现怎么样？这几天脸上装着没事儿，可是我看得出来心里像是火烧火燎，坐立不安的。您谈的情况很重要，请您再谈具体一些。好。金局长吗？我是张慧呀。什么？王长生已经脱离危险了？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人还昏迷着。好吧，我一定转告他妈妈，让他老人家放心。好吧。以后有什么变化，请您立刻告诉我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林大姐。啊？还得麻烦你几天呢。为什么还不逮捕他？您呐，还得把他当亲侄子一样来招待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招待的比亲侄子还亲。好，赵琴同志，你忙吧。好，我走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审完了。嗯。口供基本上和我们掌握的情况符合。我不明白，艾希为什么不通过班德彪早点交货，反而干出这种蠢事，暴露了同伙呢？这正说明敌人是非常狡猾的。班德彪纳入我们的侦查视线，艾希可能有所察觉，他能冒这个险吗？声东击西，隐而不发，正是艾希活动的特点。利用班德彪害王长生，杀吴世秋，无非是想利用一下这条不值钱的狗当牺牲品，同时也想试探一下我们的虚实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让吴世秋先不要露面。班德彪呢？讲明政策，放。嗯，让艾希继续和班德彪联系。嗯。早，乔师傅。早。
老红怎么样？还没有醒过来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留在这儿。不，张书记。老红， 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，快回去吧。车在门口等着呢，快回去。严主任。哦。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哎，是啊，找谁？啊，是三号楼二楼，姓班的。哦，就是那位送牛奶的老班吗？好好，你等一等，我马上给你去找。好，蛇出洞了。好，海西码头公用电话。你等一等，老班马上就到。哎，哎，哎。飞了，飞了。我们低估了敌人，白跑了一趟。白跑也没白跑，捡了个烟头。哦，我也捡了个烟头。两个烟头唾液化验结果，形物质完全一样。这进一步证明他就是 AC， 这个坏蛋。你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呢？敲敲那个杨启昌，逼着 AC 交货。宋科长，嗯，你的杂志，嗯，有我信吗？你找找吧。谁的电报？杨工程师派回来的。什么事儿？他要回国了。我于18日14点乘民航到达杨洪坤。哦。他后天就回来了。是啊，张书记让我马上送到他家去，你看我这忙的哪脱得开身呢。我给你捎去吧。不误你的事儿啊。顺道我取车去。好。哎，骑我的车去吧。那好。英子，出去玩会儿就回来，别走远了。哎，叔叔。嗯。我去玩一会儿。今天有好看的电视节目，你等我回来一块看啊。好啊。启昌。哎，我到西沟商店买点东西就回来。好的。
小英子，撞着了没有啊？是啊。怎么搞的？你怎么不看着点儿？怪我，都怪我。哎，撞在哪儿了？这。哎呀，都出血了。都撞破了。哎，小英子，走，我带你到医院上点药。我不去。去吧，不然奶奶回来要生气的啊。林大姐不在家呀？不在。您是？我是他侄子。哦，那好，这是杨工程师派来电报。小英子，你爷爷后天就回来了。真的啊、哦，我爷爷要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走走走。哎，小英子，我带你医院上点药去啊。我带你到医院上点药，栾家开一下车。走吧，走吧，咱们回家吧，不玩了。林大姐在家吗？您是？我姓赵，和杨工程师一块出国的，我们在一起工作。啊，那杨工程师呢？啊，原来准备我们一块回来的，他有事儿晚回了几天，我特地来看一下林大姐。啊，您是？杨其昌，杨工程师的侄子。哦，杨工程师经常说起你啊。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才回来不几天。哦，我伯母不在家。没关系，我等他一会儿。好，请屋里坐。好。哎呀，烟没了。这么着，您先坐会儿，我去买包烟。我有烟呢。哎，哪能抽客人的烟呢？哎，你才是客人嘛。我伯母就在西沟买东西，我去找她。您先看电视吧。左手拿一张南方日报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小英子在家吗？她不在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不是陈老师吗？哎，赵工程师，您多会儿回国的？今天刚到。你找小英子？啊，是啊。这是他叔叔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学校十二点要给解放军演出，小英子还是主角呢。哎呀，他上医院了。哎呦，都十点多了。哎呀，真急死人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骑车去找不是更快一些吗？哎，对了，借我用一下。哎，这车我马上就回来。不，你也不要着急去找林大姐了，我没事，咱们在屋里等一会儿吧。好，走，看电视。看过这电影吗？没看过。秘密图纸，抓特务的。哦，哈。刚才过去的那个人好面熟。这老特务真狡猾，再狡猾也瞒不过公安人员的眼睛啊。扔工包的那个。对，像他。一网打尽，嘿，一网打尽。
把车放这儿了啊，谢谢。好，陈老师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亏了这辆车了，可帮我大忙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赵工程师，您再坐会儿，我去叫伯母回来。老狐狸露出尾巴了，该收网了。王长生还没有苏醒，图纸藏在什么地方？第二方案又是什么？人证物证都没到手，怎么能收网呢？第二方案，第二方案，这交货的地点，830，830又是什么呢？是我。我是林之华，客人要走了，啊，火车票都买好了，是。他出去了，是明天上午8:45的车。好，8:45，830，8:45。哦，取货时间是8:30。哦，对了，取货地点，最远距离火车站不超过10分钟的路。可是交货地点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听说过猎人打大雁的故事吗？哦，等它飞起来。对。老洪师傅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师傅，我错了。你说出来了，这就好嘛。哦，老赵同志，快躺下。长生，你痛痛快快的跟老赵同志说说吧。我恨死吴世秋了。哦，吴世秋平时爱装个半导体什么的，后来要装电视机，我也想学一手。他跟我说，军用的显像管就是再次也比民用的强。他让我从库房里拿了一个没用的次品，没想到他怕我交代出来，就下这么狠的毒手。你们拿显像管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？孙科长知道。哦，孙玉根他怎么知道的？就是那次让他碰上了。他怎么说？当时他没吭声，后来有一回，也就是着火的第二天，长生，
为什么不吭声啊？有什么好吭的？怎么样啊？问题想得怎么样了？什么问题？哎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？昨天仓库着的火，怎么睡宿觉就全忘了？我没忘，我想也不会忘了。教训呐、啊，在仓库里抽烟，惹这么大乱子。我没抽，你没抽，吴世秋抽的是什么？还嘴硬，什么事能瞒得过我呀？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没有，是谁偷的显像管？偷？对，是你和吴世秋合伙偷的。那是剃下来的四品。四品？列字99号是国防尖端产品。常胜，偷这种东西犯什么罪你知道吧？这叫盗窃军用物资，要判刑的。这个事儿幸好叫我看见了，要是让公安局保卫科知道了，你早蹲监狱了。你得赶快和吴日秋一刀两断，你就说是他自己进库房拿的。他没进库房吗？哎，你真死心眼儿啊！我可是完全为你着想。那也不能欺赖人呐。你这个榆木脑袋呀，我问你，保管员这门差事你还想干不想干了？我不干了。你谁会想到吴世秋会这么没良心？那孙一根可是对你不错吧？孙科长，孙科长是好心。嗨，你呀，哼，哎，同志们，看你来了。长生好了吗？长生，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大家伙都问你好呢。嘿，谢谢。长生，你就好好的养病吧。洪师傅，早来了。嗯，乔师傅，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呀。那还不是你的主意。可是你小钱，这差点没把我当成了。乔师傅，长生，这回该明白了吧？嗯，明白。人家还把毒蛇当美女呢。昆仑注意，按原定方案，一定要抓活的。是，一定要抓活的。